兄姐妹，早安，蒙恩，我们的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将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完全的交托仰望，求主的灵来到运行。主我们虽然是在线上的聚会，主我们知道神你的灵一样能够感动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在线上聚会的朋友，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遇见你，也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诗篇100，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思直到万代。阿门。那么，你心灵诚实的来到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脏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脏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这静听，一周唱歌是为响应，心声作那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诉说天父奇能，这是天父世界，群鸟欢唱齐鸣，清晨明亮百花美丽，真灵创造奇。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感谢主耶稣接纳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可以进入他丰盛的爱里。我们一起同声再读一篇诗篇100篇4节5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起唱以下的诗歌：你信实何广大。Thank you.
兄姐妹们平安，大家一起来阅读一段经文，取自于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第十九节。第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Today's scripture reading, 1 Peter chapter 1, verse 18 to 19. Verse 18, for you know that it was not with perishable things such as silver or gold that you were redeemed from the empty way of life handed down to you from your forefathers. Verse 19, bu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a lamb without blemish or defect.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面对未信家人的丧礼。我想这个课题对所有华人的基督徒来说都相当的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亲情的问题，也牵涉到我们信仰的问题，这是非常实际的课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花一段的时间一同来探讨这个实际的课题。身为教会的牧者，我时常会碰到一些的基督徒在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真的是不知如何去应对，尤其是身处在迷信色彩浓厚的丧礼的场合，自然少不了要向死人下拜等等的程序，该如何去应对呢？我的回答就是，信仰不只是在教堂高喊哈利路亚感谢主而已，信仰也必须在我们生活中不断的去体验、去经历、去面对的一场战争。尤其是当我们决定接受基督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刻，属灵的战争其实呢就已经开始了。如何面对未信家人的丧礼呢？我个人在此呢为大家提供以下六大的原则，希望在没有违背信仰的前提之下，可以用灵巧和弹性的方式来处理。首先第一个大原则，慎重其事，办得妥当。所谓慎重，意思是不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觉得丧礼不需要太过隆重，一切都从简了。因为你的家人还是没有信主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所以呢，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就必须按照自己的能力，给适当的体面和排场。孔子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这是传统儒家思想孝道慎终追远的一种的表达。所谓的慎重，就是对身后事的尊重。人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必须隆重其事，不可随便。而追远呢，就是子孙们要继续的纪念祖先们所留下来的恩情和教诲。当然我们不赞同因为面子的问题我们就把整个丧礼的场面搞得特别的热闹非凡，结果呢在送死厚葬之后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这是不应该的。一般来说，
现代的这个丧葬的费用，从报丧、库丧、奔丧，最后到守丧，所要用的这个金钱呢，都是好几万的，令人不胜负荷。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应当看重的是死人生前有什么特别的交代，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要去完成的。华人相当注重落地生根的观念，所以临死之前会特别吩咐家人把他安葬在自己的家乡。记住，就算整个葬礼没有太大的气派，但只要遵照死人生前所吩咐的，把后事办得妥当，家人会铭记在心，而且心存感激，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大原则，小心谨慎，避免冲突。弟兄姐妹，若你的家人还未信主，他们自然会以道教的方式来处理丧礼，可能也会要求你跟着道教的仪式来走，你该如何应对呢？在此前提之下，我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因为害怕家人生气，一切唯命是从，又拿香又跪拜，不敢拒绝和尚尼姑或道教师的指使。有一些基督徒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茫然无所适从，思想混乱，六神无主，内心挣扎。也有一些基督徒素性抱着个案观火的心态，远远地站在一边观看，家人跟亲友看在眼里，心中不是味道。弟兄姐妹，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平时就应该让你的家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让他们看见你生活中的见证，有必要的话寻找适当的机会向他们表明你信仰的立场，让他们及早心里有所准备，如此呢，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冲突。第三个大原则，尊重礼俗，分担费用。传统的风俗有它迷信的成分，也有它文化的象征，比如说穿这个麻衣，戴麻冠，或者是系上麻布，派发毛巾、红带子，或者是红蜡烛，这些都身为基督徒的都可以大方的去做，不必拘泥。那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尤其是红带子，它是代表吉祥之物，让参与者心理上能够安定。至于费用方面，既然你是家中的一份子，在情在理都必须尽量的出钱协助丧礼一切的费用，不管这些费用是用在请这个道教师做功德，请风水师看风水，烧冥币纸钱，烧各类的纸做的那个房屋或者是家具用品，还有呢坐骑等等，都不必过问。弟兄姐妹，在这个迷信的前提之下，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顾及家人的需要，透视迷信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亲情的关系，如果能够因此而赢得家人的欢喜，这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第四个原则，教会关怀，安慰家属。虽然所面对的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的场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把握机会，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尽量出席这个丧礼。
表达关怀，同时借此机会互相的认识。但是弟兄姐妹切记不要趁机向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亲友传讲福音，因为呢，在这个敏感的场合，这一切的举动都不恰当，因为它会引来非议，惹人反感。最不应该的是信徒带着不孝的心态来看热闹，或自成一团在旁边喜笑。其实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例如我们可以代表教会奉上花圈给铂金，帮助家这个商家料理这个杂物，照顾小孩，安慰家属，再送亲友等等。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此一来就可以增加非信徒对基督徒或者对教会的好感，同时呢，可以成为日后传福音的一道桥梁。第五个原则，沮丧期间感情流露。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对信徒说，人死了就算了，不需要哭。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人死就算了，不需要哭。其实弟兄姐妹，人是有感情的。人，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家人、我们的亲情的这种的去世的场合，难道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哭吗？这是不应该的。难道信耶稣的就这样绝情吗？这就是难怪有些时候基督徒被误以为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在台湾，死了无人哭这句话已经成了外人给基督徒取笑的绰号。人是有感情的，更何况是所亲爱的家人逝世。如此看来，身为基督徒的应当在沮丧期间多流一些的眼泪，以表示你的哀悼之情。圣经在 记载约瑟沮丧的期间，曾经大大的为父亲哀哭了七天七夜，这是真情的流露。最后，持守信仰，立场坚定。请看以下圣经的这些的说辞，圣经如何说呢？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那这里很强调的就是与他们分别出来，这就是分别为圣，划分界限。另外呢，这里说知道你们得书，唾弃你们祖先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呢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祖先因为不信主，所以他们迷信，他们继续的守这个传统，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明白的一种的行为。虽然是虚妄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受着这个迷信这个传统甚至是惧怕的一种的捆绑，所以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这一种的软弱。弟兄姐妹，真正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已经让我们脱离这一切虚妄的行为，感谢主。另外呢，还有一段的经文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在面对丧礼的场合，有一些迷信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参与，这是信仰的立场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别的事情我们可以让步，如果涉及信仰的信念的问题，我们就应该站稳立场，绝对不能够因为怕麻烦而妥协让步。比如说烧香跪拜，跟随道教的仪式，烧冥币、纸钱、坐器等等，弟兄姐妹，这些举动我们都不应该参与。事实上，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为主付上代价，这是我们做门徒的最荣耀的时刻，这是我们应该付代价的最重要的时刻。正如彼得所讲的，倘若人为良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悦的。讲完了这六大原则之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其实呢，丧礼的背后不单单是亲情的问题，不单单是信仰的立场的问题，它更牵涉到撒旦在背后操纵的问题。圣经早已经指出，我们过去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圣经也说，此等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这两处的经文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单单是在丧礼的场合里头，我们一方面是尽我们孝道的精神，一方面我们要跟迷信有所分别，但同时呢，我们也是卷入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面对的是魔鬼撒旦的诱惑，面对的是魔鬼撒旦的挑战。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如果妥协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称得上是主的门徒呢？求主帮助我们，这两处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华人民间信仰兴盛的主要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人的无知或者迷信的心理，其实祭祖背后所牵涉的是黑暗势力在掌控，迷信背后有邪灵在人心中所运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必须识破的关键所在。弟兄姐妹，希望今天这个短短的分享，如何面对未信家人的丧礼，这六大原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这个新冠型肺炎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我们看到确诊人数在全球已经突破了3000万的大关，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多万。面对全球恐慌、经济衰退，这个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还有失业的这个潮力，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挑战。但是呢，除了这个外在的挑战，我相信呢，还有内在的挑战，就是我们信仰的立场的问题。尤其是面对这个丧礼的场合，我们要如何去拿捏呢？求主赐给我们天上来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绝对不妥协，但也绝对
会因此而伤了我们家人的感情。我们要成为智慧人，要有爱心的同时，也要有那种的信心去面对。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求主帮助。我就谈到这里，谢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你敬拜。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真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当我们信靠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当耶稣基督救赎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根源，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我们就跟迷信跟传统一刀两断。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家人未信的家人这个丧礼的场合，他们虽然是迷信，但是我们在这个亲情的关系底下，我们要怎样去应对呢？主啊，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但愿能够帮助我们站稳立场，不做妥协，同时也能够智慧的去处理这种的这个迷信色彩所带来的冲击。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之下，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能够在信仰的底下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如此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一生恋了
9-8节，少中的少手，多中的多手，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性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见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人多行各样善事。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的来为奉献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的恩典，你的爱，主我们现在用少许的金钱来到回应，来到奉献，求主你使用在你的国度，使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主你的福音。主我们也祈求你祝福弟兄姐妹的家庭，让他们都能有平安，有喜乐，身体的健康。求主你也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到侍奉你。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都说阿们。Amen。